喧声在起浪，琴键在奔忙，聚光中你登场，挥动手中的魔杖，整个命运开始合唱。你为我清唱，像魔法花腔，让我衷心鼓掌。愿让你像铁琴依靠肩膀，小吉他抱在我胸膛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优雅形状，相爱要忘了紧张，只会爱的方向，从此不再莽撞，相信也不再流浪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美丽辉煌，我们要震撼全场，只会爱去实现所有美好想象。你让快乐音浪太强，幸福大肆交响。不好意思哦，约了你，我自己还迟到。罗玉，先生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一杯热绿茶就好，谢谢。罗玉，我已经答应奶奶推出扩建案了，为什么还要找我出来？你那只是气话吧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退出这个案子，应该很多人拍手叫好，像是奶奶，又或者是你那个脾气比郑老婆还大上几百倍的假老婆。所以为了他们，我应该是你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，不是吗？如云，可不可以不要连你都为难我？我为难你？现在是谁在为难谁？要不是顾虑到你的立场，担心奶奶的身体，我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。因为我罗云不是那种工作到一半就会放弃不管、不负责任的人。我知道你的委屈，我也很清楚，是因为有你帮我，案子才可以进行的这么顺利。可是，说实话，易姐因为上次的误会，气到现在都还不肯回家。光为了安抚他，我就弄到手忙脚乱的。偏偏公司现在又……罗云，你帮帮我，你不能离开。罗云，魏香，你不能因为我喜欢你，就要求我对你百依百顺，这样对我真的很不公平。应该对你百依百顺。帮你的是易姐，不是我。可是我不希望你退出啊，罗韵，我求你留下来。你是我的 partner， 只有你最了解我对这个扩建案的期待，也只有你才能帮我 handle 整个计划的方向。像现在，每次开会大家都傻在那，不知道怎么继续，少了你。真的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进行哎。我真希望我能 handle 的不只只有这个计划，还有你的感情。谁叫我是你的好朋友？不过。以后宋一杰再因为这种误会影响到工作，我真的会退出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啊，罗玉，谢谢。
总经理夫人好。好的，不见。哎，总经理夫人，总经理刚出去，现在不在哦。那我在里面等待。啊，好，走路小心。这么宋一姐来干嘛？总经理夫人。总经理夫人来干嘛？她不是跟罗小姐还有总经理的事情闹翻了，不来上班吗？夫妻嘛，床头吵床尾和，你又不是没听过，而且人家新婚宴了正甜蜜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假那个三天都没事了。要见财物料的价格，否则承包商万一不好的话。总经理好。好。总经理，那个办公室不方便。什么不方便？那个就是不方便。讲清楚。你方便。嗯。他方便。嗯。在一起不方便。嗯。是。让开。收到东西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既然龙云也在，所以你们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会要开吧？那你们就当作我没有来过，继续开会。一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今天真的只是在开会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会议室等你。一姐，你都已经把行李收干净，搬回娘家了。你现在又来收桌子，难道你真的不回来了？你紧张什么啊？我其实今天只是紧急来拿这几个硬件而已。而且如果我真的是要来收桌子的时候，应该是会选晚上就没有人的时候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不会离开公司？柯妈，喂，怎么了，柯妈？你心情好像不太好。还不是我们家那个媳妇儿，一姐啊，她还没有回来吗？是啊。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小误会，摆这么多天谱，气死我了。那伟翔没有做些什么吗？怎么会没有？伟翔昨天为了求他回来，竟然叫伟成扮成奶奶，还生病。哎，我没有想到伟翔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。我看啊，他真的被那个宋怡姐给迷倒了。哎，我是说啊。那个宋韵杰，他再不改改他的脾气，这么三天两头闹的话，我真的会叫伟翔跟他离婚的。更何况他那个妈妈也来过我们家放狠话，说不行离婚的。柯妈，虽然我喜欢伟翔，但我还是不希望他走上离婚的路。我希望他的婚姻是幸福快乐的。至于我自己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帮助伟翔。完成他的梦想，让扩建案顺利，把我自己的事业做好，这样就够了。这么说，你不退出扩建案了？嗯。那太好了。现在公司面临困难，伟翔成天啊是忙得焦头烂额的。公司怎么了吗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我是听叶明说，好像是表演团体的事情。说首都建设要告侵权，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全都是一个头两个大的。首都建设？怎么，你认识吗？算是有一点交情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还在担心我女婿会不会有事。既然你认识，
就一定能帮得上忙？我会尽力的，因为帮着威海也是帮着伟翔。罗宇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柯妈，别这么说啊。柯伟翔，是故意想气我的是不是啊？每次我想对你好的时候，你就会故意跟罗云。你看，你是故意要来气我的克星。吵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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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鞭炮欢迎我们。哦，礼炮二十一响。哎，你看麦，恁囝婿你也退回来。哦，那个人求和失败。那阿妹是不是麻烦你替那个人美言两句？丽姐。伟翔送你气球哦，哦，他说是的，啊，你个嘟嘟不？这么气哦？哎，你今天便当买什么口味的？我看一下。三宝饭炒三鲜，小小的三种口味，你不是讨厌小三吗？那就把它拆家了吧。阿空。这样子也能接哦？没办法，日子还是要过，只好自己找乐子啊。阿尼玛吉刚，阿尼玛吉刚，不如欢欢喜喜过几刚，知不知道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会为了罗云的事情哦，跟伟翔闹得那么僵，这就表示哦，你很在乎他，很喜欢伟翔哦。谁在乎谁喜欢他啦？我只是对他公然让罗云挑衅我这个老婆在生气而已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听听看呐、啊，对，伊即马承认伊家己是人的老婆呢。会宣示自己的领土，表示你很在乎这个主权哦。食饱卖讲话啦。哦，卖讲话啦，这帮你配话，你讲实在吼、哦，你回来跟我们住，我们是很高兴啦吼。啊，不过看你安尼吼，心思重重，闷闷不乐。我们又高兴不起来了呢。我哪有？还没有，家里装了100多台电视器啊，要不要放出来给你看？我们也是希望哈、哦，心爱的易杰跟可爱的伟翔哦，两个人哦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对，不要被醋给淹蔽了。谁在吃醋啊？我只是生气。干嘛要生气？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哦。笨蛋，笨蛋，好，我是笨蛋。请进。总经，这是各部门提出的年度计划，请您过目。好，你放。找东西，总经理，您想要讨老婆欢心？嗯，那找到了吗？怎么找？找不到了。送礼物我不是没送过，我也不是没有登门道歉过，但是他就是怎么样都不开心呢、啊？总经理，套一句您上次告诉我的话，嗯，这些啊。都太一般了啦，这是没错啦，但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才是不一般呢、啊？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废话，但是好办法是聪明人才想得出来的，我就是聪明人。好啊，那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办法。重点就是要讨女孩子开心，一定就是要三个字：耍浪漫。耍浪漫，
怎么耍？谁找我啊？哦，我想找你出去啊。对啊，但我没有要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要去？我又生气了耶。所以啊，你要去找他算账啊。对，看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，然后再决定是气要消还是要更生气。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啦。啊，你去都还没有去，你怎么知道你是有好说还是没好说？再给他一个机会吧，你看看他到底要怎么说。对，言之成理，大律师。您在判一个人死刑之前，是不是应该给对方一个辩解的机会？好啦，那我就去看看他到底还想说什么。看起来不像爱情的骗子。比较像爱情的抢匪。好臭。怎么这么暗啊？柯伟翔，柯伟翔，柯伟翔的人到底在哪里啊？比我来自己还迟到。柯伟翔，柯伟翔，你在吗？很黑耶。柯伟翔，柯伟翔，你来了吗？哎，你不要躲起来啦。柯伟翔。虽然我平常对你很凶，但我还是女生嘛，你赶快出来啦，我会怕。柯伟翔，对不起 ，for me 呀。这么多对不起，
些什么呢？又是对不起，可笨蛋，你知不知道对不起说太多次会不值钱？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对不起说太多次就不值钱了。所以什么啊？怎么不继续讲下去？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对不起说太多次就不值钱了，所以什么啊？怎么不继续讲下去？是我嘴笨，所以才会说出那些话来伤害你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没有避嫌，所以才会害你误会，然后惹你生气。对不起，只有我这么笨的人，才会用奶奶生病这种傲步要骗你回来，结果害你这么难过。真的，对不起。所以，你愿意原谅我这个嘴笨、少根筋，然后又出傲步的老公吗？不然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。从明天开始，我绝对不会在你面前再裸露我的身体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载你上下班。然后，我也答应你，如果说你累的时候，我就帮你按摩。我还可以答应你，如果你真的想喝醉然后飞高高的话，我就帮你开窗户。你最后再说一次。哦，我是说。如果你想喝酒，想要放松的话，我都陪你。然后我会把窗户关起来，好好照顾你。哦。而且我答应你，以后房间你都不用整理，我来整理。我还可以帮你洗袜子，还可以洗内。洗袜子就好。我还可以答应你。那我肚子饿了，你要不要喂我吃饭？如果你真的希望的话，那你愿不愿意原谅我这个大笨蛋啦，老婆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我可以邀请你去做一只可以飞高高的马吗？
实，在你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，我就已经决定要跟他去。啊？真的？嗯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首都建设的事情都还没解决，谁还有心情跟你吵架？按照计划，就这时间了。嫌我去又袂去，嘿。哦，哎呦，今日嘛乌落来啊！啊，这摆讲啊，因结婚的时候算过一摆啊，你搁提出来人，敢有这需要？阿爸，你唔捌啦，人今摆少年的吼，哦，出头偌济嘞，食偌重咸的，咱一姐哦，瘦甲薄板，其他吼、哦、加一点料，味香哦比较好入口啦。重咸。迄愈食愈重咸，食到尾也变无味气啦，变都唔好啦。啊，来啦，这啦，这唔错啊。这啥？人讲代志若要成，爱人嘛爱神啊，我去祝星娘娘遐求来啦。这符啊，来个吹落吼，咱以前马上就大度。那安尼阿英啊，就会当抱着囡仔孙啊，这个心愿啊完成吼，伊一世人就了无遗憾，伊就会当。黄泉路上轻松走，奈何桥上不回头。阿爸，来了来了，你开门啦！哦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我来了。刚好啦，我行李吼嘛都爱穿好势。哎妈，这么巴不得我赶快离开哦。哦，是哦，不知道是谁哦，那个心哦，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剩下一个空壳子，人在这里不知道干嘛了。好啦好啦，紧回去啦。哦，到我当家客，歹困到要死，紧回去紧回去。伟翔啊，这个事情哦，就不是我要说你啦。妈妈知道哦，你不是这样子的人，可是哦，那个罗小姐，毕竟你都已经有结婚了嘛，啊，这种会被人家误会的事情哦。啊，能避免哈，尽量要避免嘛，哈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哦，这几天一姐让你们照顾了。哎呦，不用客气啦。我们虽然是货物出门概不退换，可是我们售后服务也包均满意。打工。一姐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回去以后哈，脾气记得要收敛一点啊。你第一次这样哦，还可以啦。再来几次哦，就会让人家讨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如果让你的婆婆开始讨厌你哦，那都真嗨啊！伟翔在中间哦，就会很难做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，《宋家媳妇叫战守则》第七条，老公要面子，媳妇要里子。做人家娶媳妇哦，是很不容易的啦。一定要比婆婆晚睡，要比婆婆早起，还有。好啊啦，不要再给她压力了啦。哎，行李帮你们弄好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嗯，好，那阿公妈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哦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这个哈，是你阿公帮你求的平安符，哈，带着，带好，哈。
那好。哎，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生孩子的日子很快乐。谢谢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等你，还有啦。那阿公，我来就好。来，这个地瓜哦，有机的哈，他赞的啦，阿伯交代清楚啦。这个哦，贡丸新竹手工的，没有加防腐剂的哦，给亲家母吃啦哈。妈，谢谢。这个这溜丁哦，我比如讲哦，无转油来哦。好，谢谢。给那个请给大家，哦，对身体很好。妈，你都给我们那么多，家里有没有留啊？有那个不重要，请给大家身体比较健康哦。请问这位太太还有吗？还有啦，懂哎，我看干脆把你妈妈搬回去，可以吗？不敢打架了。夜店小王子，准备出发，美女们尖叫吧，Go！你是鬼啊，走路都没声音的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也不看看是现在什么时候了，都已经晚上了，只有宅男宅女才会待在家里。管理员，你又要干嘛啦？今天晚上不准出去，把这本书的第一章背起来。你疯了，我几岁了还在跟你背书？一切听我女儿的，不然就跟终极杀人王做生死决斗。收到我爸的简讯了，那你应该知道要配合我了吧？这本书的第一章背起来，两个小时后验收。两个小时？这本书第一章就这么厚哎，你不要整我了吧？我没有整你啊，我是让你做选择，看你是要背书呢，还是要跟终极杀人王做生死决斗。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，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。你不要整我了吧？我没有整你啊，我是让你做选择，看你是要背书呢，还是要跟终极杀人王做生死决斗。好，我背。事情要末日了，不但气候异常，连鬼城都受到影响。哎呦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张大宝，我们假装啊送饮料，还要送点心进去，
看看文倩她到底是玩什么把戏。好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莲啊，伟臻今天没有出去，还坐在书桌前看书。哇，我这个做妈妈的是既惊喜又意外。我准备了一些点心，还有两杯提神的咖啡给你们喝。谢谢柯妈。嗯。我真的不敢相信哎，看的是一本真的真书啊。嘿，这个晨晨上一次念书的时候，哎是哎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妈，你绝对想不起来的。伟臻他上回读书的时候啊，莲儿，我跟你讲，是他国二的时候。哎呦，真的实在太久了，都想不起来了。灵儿，是你逼伟臻念书的？不是的，是他自动自发想要增加一点知识内涵。怎么可能呢、啊？这真的是柯伟臻呢？奶奶、爸妈，你们不要再吵我了。要是我没有背起来的话，我就会遭殃啊！啊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出去。妈，好，我们出去，我们出去啊！出去啊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我都不敢相信啊！没读，哎呦妈，感谢佛祖啊！伟臻这么发奋读书啊，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是啊，是啊。真的妈，我跟你说，老天爷没有遗弃我们柯家。对呀，哎呦，真是感谢呀！太好了，我大姨姐回来喽。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咱家双喜临门啊！我的宝贝孙媳妇回来了。你干嘛？我亲爱的大嫂终于回来了，我这个做小叔的当然要去迎接啊。回来就好喽。哎呀，一杰啊，你们回来就好了嘛，还带那么多东西，这干嘛呢？啊，这是我妈要带回来的，就一些地瓜啊、贡丸啊。嗯，这么多地瓜和贡丸啊，替我跟你妈说声谢谢啊。一杰呀，我的小宝贝，你不在呀，可把奶奶想死了。奶奶嗯，哎，过来。签好，签好。啊，香香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再惹一杰生气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跟一杰再三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他不高兴的事了。这样就对了啊。一杰啊，不过夫妻之间难免会吵架，说些不好听的话，你也得忍一忍呐。动不动就生气，这往后日子要怎么过啊？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会改进。哎，来，手牵好，一杰哪有错呀？啊，对不对？一杰没有错的哦，听到没有？千错万错都是想祥的错哦。对，都是我的错了。嗯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努力的把一杰求回来啊。哎，我可是也有功劳的哦，我办快递送礼物给大嫂，还被大嫂调戏了一番，大嫂的气才会消这么快啊。好好好，哎呦，奶奶呀，祝福你们夫妻两个人呐，破镜重圆。啊？哎，柯伟臣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国文的程度这么差呀、啊！有人祝福人家破镜重圆的吗？啊，这种场合可以说这种话吗？意思不是差不多吗？我，你啊，李儿，你在我家旁边。柯爸，今天正式的把伟臣交给你看管，从今天起，你好好听，好好读书。爸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呀帮你们两个人准备了礼物，晨晨帮奶奶拿过来。好，来坐坐坐，别坐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哇，蛋糕。我
跟你们说，这个蛋糕啊，我是拿到庙里面去拜拜过，经过送子观音的加持，甜甜蜜蜜的，吃了就会吃甜甜，生好事。对了，这样子一结啊，就会很快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 baby 喽。奶奶啊，我跟一杰刚才才去餐厅吃过大餐，而且吃了好多甜点，现在真的吃不下了。而且我妈说啊，这个贡丸一定要赶快冰到冰箱去，我先把它拿去冰好了。大嫂，我帮你。赶快去。谢谢。来来来，你切切切蛋糕。啊，谢谢。没关系的。好。我只要吃一口就好了啊。妈妈，这袋番薯要放哪里？哎，没关系，放这就好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放这就好了。不要。李二，去把柳丁切一切。好。一杰啊，你妈妈让你带这么多地瓜回来，是不是要煮地瓜稀饭给我们当早餐？啊？我猜对了，一定是这样。哎呦，奶奶跟伟翔啊最爱吃地瓜稀饭了。如果你早餐煮地瓜稀饭给他们吃啊，也不枉费奶奶这么疼你，还有伟翔啊辛辛苦苦的把你给求回来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想家了？啊！早知道就不要回来，一直待在娘家就好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娘家的话，明天我再陪你回去一趟。不是这个意思吧？你妈跟我说，奶奶还有你呢，最喜欢吃地瓜粥了，所以我明天早上五点就要起来帮你们煮稀饭。可是你也知道我的厨艺，唉，早知道就不要把地瓜带回来。哪有那么多早知道？早知道，早知道，如果妈会对这个指腹为婚的媳妇这么刁蛮的话，我就不要嫁。我知道你真的是为了帮我完成奶奶的心愿，我娶你了。哎呀，你千万不要当真啦，我只是心情不好再抱怨一下而已。我好想喝酒。宋一杰，你是认真要我生贵子是不是？好吧。我想，罗云他跟黄总很私交，所以只要你同意的话，他愿意帮我们出面安排婚礼。这三年来，你一直在跟我联络，没想到三年后重逢的原因，竟然是为了柯伟翔。可不可以给我点机会，我们私底下聊一聊？我不敢说，但这件事也不是非公之人能发生的。马上天，让你能保存多细胞。Show me